你这快些走吧，休假误了我吃酒。我闻到那妖婆有些个怪癖，八戒四十都要敬我，每次进补必要成亲。有次夫人来此贺喜，挑了面宝镜做礼，名为赵广敬。且慢，赵广敬，我记得夫人时常念叨，言语间好生可掬来。哎，你听我说完后话。 那妖婆拿镜子一照，就失了神，转身就把镜子扔了。夫人因此受了闷气，便不再亲自动动了。老谷可没完，老子一路上叫都追不完了。谁在里面？我好大胆，不认得贺礼也敢动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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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地方哪里还有人住？只剩下不济事的妖怪变着法子欺我们。说到这儿来，怎丢开老猪跑了呀？哎，这里还和从前一样。 哎，小猴子，我未曾。 Oh,
你们干什么？赶着去见阎王吗？ 得一步就进一步，莫急呀！什么蹊跷异样事儿？我老朱倒要看看。嘘！就这般，老朱若是再碰见，就过不得喽。此处门路大开。
真好像有人在讲什么故事。贤侄，来来来，听听也不迟。八个横住住九个口，住破你的头。野兽，跑出的路，得趴下。对我扰，一进我逃，我们躲一躲也不亏人。快些，快些，将那香笼打开，定有宝贝。Thank you.